大家好，我是煲仔，好耐冇拍片啦。咁我哋玩一个之前玩过同一间公司出嘅，应该叫 Work of Time Briefs 系啦，应该系咁读。中文就系呢、這个坦克世界闪电战。咁之前应该拍过个船嘅。咁我哋今日就喺个顾名思义喺个坦克车坦克啦。咁我哋就用呢个最新嘅坦克 M1A。咁系啦，咁呢度系升级啦，可以 upgrade 唔同嘅零件，咁又去到呢一个13.1K 嘅经验，又可以买架新车啦。咁废话少讲，即刻开始。咁呢啲类型嘅 game 我都 OK 嘅，咁未来我都会应该会拍多啲类似拍多啲一个系列嘅影片啦。咁我都係近排先 download 嘅，所以啲技術都係比較參差啊。咁我哋豬隊友咧就有兩梯兩個隊伍嘅，分兩隊啦。開始行動。目標咧就係要殺曬所有嘅對手或者咩？用唔到咧？哇！咩事啊？升高呢架車。不我回来了，技术的问题应该已经修正好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多次啊。海市蜃楼 ready？咁一啲系列嘅影片都系每次都会打一局啦，都唔会打好多局嘅，喺等你睇好多打好多局都会闷，我唔闷，你闷我都闷。见到就系、是。咁我哋依家跟住佢，都出唔到去嘅，傻瓜！咁我哋搵啲嘢匿埋先，咁对我哋胜率大好多嘅，全部个机率坏，咁快有车，唔好意思，我要杀咗你先。两架车我围住先，你等等，杀佢一个。你想看一个啊，炮塔转动受阻，受阻来啊，不够打的，这些粗重的车留下一些厉害的，这些是逃走之一。你見到我做得比較快，咁我上一手嘅車係逃走超慢，最高係高五，係超慢嘅呢架，所以依家都唔係快嘅，我有架係可以行到50，係 solid。我上一架係嗰架坦克係呢個中國嘅，睇先，咦？殺機喎，唔錯。我上手坦克就是这个游戏有这个中国的第一架坦克，这个攻神号，这个是中国的第一架坦克，这个执回来坦克，不要说历史，不要说历史，现在逐渐好顺利啊，看到，我已经占领这个基地了，咦，又是走了，没事。下面有人，我殺他先。哇，幾分？364唔夠打。隊友 OK， 隊友 OK， 咁留翻俾你啦，呢啲操控你啦。我見到剩翻一個敵人，咁即係意味住我哋今局有啲贏。咁我依家上啦。如果唔係我嘅獎嗰啲獎勵會攞好少。好平噶啦！唔錯，
啦。咁呢個第一局就好順利咁贏咗。哇！300，我有 like 嘅。唔係啊，咪升級啦，係可以啊。呢個係加咩啊？加個旋轉速度。呢個係個坦克車嗰條帶，呢個拍，呢個騰到勁啲，四級呢個三級。好啦，咁係啦，咁今集去到呢度。如果中意嘅朋友俾個 like 啊，或者訂閱我哋。好，咁就係到，下次見，拜拜。